打个一，怎么进的 CD 啊？走，撤了撤了，抓下路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注意下敌人级的位置，控住打他，哎呦呵，走了，没关系，跟马克一直这个他也是会能升二级的。得，他秒，他还是二级的，没关系的。这么快就一血啦？靠过来，清空线。两人牵挂的位置。咋啦？咋啦？怎么啦？那边怎么啦？稳住，马克先拿了。哦，没拿到，可恶！这苏烈的被动还会有伤害的。发起进攻。走，这间咖啡屋会为必要的人而存在。打他！二只能差一秒钟。没跟上这一波，技能太 CD 还没好啊，差点四级，看能不能把杨玉环斩于马下。他们家阿古朵残血了，血包吃一口。我靠，这苏烈长得好呀！发起进攻，不亏不亏，赚麻了这波。Nice， 哇，帅呀、啊、猴子！我的建议是先撤啊，这波不易打架的。发起进攻，抓抓抓抓！发起进攻，小娜抓，开始撤退。算了，就选自己喜欢的吧。哎、这把感觉不怎么好去支援呢。两千经济啊，靠过来，闪现差60秒，先稳住吧。请求集合。nice 啊，有配合，去下路，集合集合。配合拉满，抓抓抓！哇，有点恶心这个点数啊！七 ，nice， 可以啊，节奏起飞啊，这一把又稳了，这把又稳了，打个一，冷漠技能 CD 啊！抓，狂铁残血了。nice， 没闪现、啊，我得跟上花木兰的位置。再买个帽子啊，还差1900，公路线清一下，打个一。大招正在冷却。抓下抓下，发起进攻，再买个咒术点击，杀，狠狠的杀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猴子交给我，猴哥啊，你交给我就可以了，对嘛，这人头给我就好了。这边马克死掉了，可以帮他处理波线啊。那好像杨玉环在这里，我要先拉扯一下。这小子肯定在的，杨玉环肯定在的，先走先走。中路有血包可以吃一手，先买个大棒靠过来。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。注意他东皇的位置啊，血包可以拿一下。哎，没吃到。哎，收到。狄仁杰落单了，狄仁杰是一个人，他们在上路，懂我意思吧？狄仁杰一个人，我这个装备秒狄仁杰绰绰有余。他来打核心，打完了，我看能不能杀。选自己喜欢的吧。来，单杀，把这个线处理一下。打个一，走回中路，再买个帽子啊。发起进攻，还差400的帽子，回中路。我得绕一下。超六人，所以拉扯就好了。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没有拉扯到位，多拉扯拉扯，给对面拉的头皮发麻，给他尾巴拉下来就行了。
差190帽子的文作啊，叔叔拿一下吧。多少特？恢复点手，这边中路线的话要再清一波。他们去上路了，几个呀？三个。上路三个的话可以直接清线。三杀。对了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就是阿古朵的本体是很脆的，就是还没闪现，就是阿古朵的本体是很脆的，他的本体好像只有2000多血吧，还是3000血，脆的。这边曹就可以蹲，他往那边走了。我在想要不要回家呀，血量有点低，把线清了先，喊个大叔，这边线清一下，走。撤了，上路线再清一下啊，这个先卖了，大招，得，再买个大叔，恢复点一手，打个一，哎呦我靠，把我击飞了，得，几个呀？五个，杀，直接秒，我要先走，轻松线，轻松线。请求集合，集合，集合，请求集合。打他一套，苏烈残血，别打。请求集合。好嚣张啊，对面啊！抓，残血了，一丝血 ，nice。这阿古朵，我只能说这个阿古朵他丢那个熊猫的时候太着急了，他应该慢慢丢的，他熊丢的太着急了。靠过来注意一下苏烈的位置，都残血死 nice，超神，超神！拿个龙吧，猴子，猴子也拿个龙，可以把龙拿一下。啊，骨朵来了，好脆啊，真的很脆，提醒啊，大哥，这边先吃个血包。法体进收到。杀狄仁杰吗？杨玉环也在，我下一个蓝啊，下一个蓝 buff， 这错了，我靠，这边有只小野怪，我去拿个蓝吧，我去拿个蓝，猴子有蓝吗？不管他的，管他的呢，先拿了再说，先买个修法杖，打招，先买个淤泥木啊，三下路。注意一下阿古朵的位置，请求集合，收到。行，发起进攻，双杀，拿下双杀，先下路线，走回中路，发起进攻，9200经济啊，再买个西游法杖啊，大招，伤害拉满。我靠，我要是苏烈绝对砸下来了，真的，这波砸下来至少是全部半血，这边要复活了，天梯线，大招听这边线，二一起走，走，再买一个血族之梭，打个一，撤了，稳住啊，直接秒你，一有，哎，我靠，一丝血，哇，我下个吸血，有没有人啊，给个吸血。把这拿了，不要给阿古朵留小野怪，开始撤退，差900吸血书，这边吃个血包差不多，血量差不多了，开始撤退，集合，清个线啊，这就是大招，有人牵挂的味道，二一起手，走，清完往这边走，注意阿古朵的位置，这个主宰可以拿的，请求集合，怎么说啊，
哎，狄仁杰闪现二技能大招，拿下，发起进攻，再买个四神之术啊，大招已经好了，刷给我狠狠的打，好像那个没死掉了，东皇嘎了，干嘛呀，我好凶啊，这么凶干什么，坐下，我要吸口血，二姐了，收到，双剑推塔，干什么，拿下，我靠，今天巅峰赛好顺啊，